不好意思，正确答案是几？答案是驼背打电脑。耶！可是这是里面哪一个人不是驼背打电脑呢？所以很多的东方女性都是洛梨身材，有没有？罗形哎，梨形，梨形身材，梨形身材，西洋梨身材，是不是？是这个原因吗？对，因为驼背这件事情，它除了肚子啊，就是腹部这边，刚刚Jason有提到很有概念，就是核心肌群都没有在用到力气，然后你的背因为往前驼，所以你的背会越来越厚，所以你胖的部位啊，是从上背到腹部，变成虎背熊腰。对，没错，所以它这个姿势是会让人变胖的。哦，嗯，所以是这样。而且打电脑一直坐着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一直坐着。那其他三个都没有任何的变胖的疑虑吗？对，站着吃饭。选项二有专家说，对，好好有听到专家说，站着吃饭这件事情啊，他情绪上面的确是没有那么放松啊。那我们吃饭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要就是放松的这个状态，所以站着吃饭不鼓励哈，因为他对消化来讲是没有那么好的哈。那可是他基本上他不会让你变胖，所以三跟四是来乱的吗？这两个答案啊，举重物反而变瘦，三四来乱的啦。因为举重物蹲下举重物，你的姿势如果是正确的话，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样负担。可是如果你姿势是错的，那可能你的腰容易，比方说闪到对，或者是腰那边的肌腱会有一些受伤，跟胖瘦没关。那四呢？基本上我们不建议翘脚，翘脚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鼓励的。那它如果说真的会影响到身体，一样是跟骨盆有关系，所以它跟胖瘦也无关。它会造成一边臀部比较大，一边臀部比较小。如果你很习惯的话，可是它那个是一个扭曲的转动，所以它如果是整体就是变胖的话。开会的时候翘脚变胖只是一个小屁股，那如果说是驼背的话，是整个上半身，全身，对，所以比例上来讲，还是驼背打电脑会造成变胖的这个比例比较高。OK， 了解了，正确。七道题目比完了，各位非常好，宣布总成绩了。哇哦，我们这七道题目呢，目前 Jason 跟 Mountain 两位呢都是六分，耶、yeah. ，最后一题整个拉上去，对，今天的第一名。自始至终坚持不变的有两位，国豪两分，小梁哥还是那一分，所以我们是伯仲之间，就对，厉害。但是虽然伯仲之间，但是我们不得不请你来接受处罚了，是是，一定要有益健康的处罚，对，其实是一个养生的，来。可以感觉得出小梁哥你现在相当的凝重，是，但你不要担心，我本来很凝重，可是看到了这个又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食物啊，提拉米斯，对啊对啊，很漂亮，好想吃，好美，还有新的。提拉米斯，你打算吃多少？也吃不多啦，嘿，尽量四分之一起码 ，OK， 四分之一 OK 啦，吃得完嘛，而且不要站着吃，因为会变胖，要跪着。刚刚不是最后输在这一题，答案是驼背打电脑，不要再误解观众啊。千万不要站着。那但是呢，这提拉米苏既然是处罚呢，我们还是有惯例要加鬼祟什么？你在鬼祟什么？你在鬼祟什么？我们要上面加哎没黄连粉。哎呦，提拉米苏，这个黄连粉是不是降火气啊？解毒，当然啦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可以害你只吃精致糖类呢？对，对不对？哎，有过去吗？哎，奇怪，你很融入哎，融入啊，糖。挺好，没有违和感的，对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你放心啦，这个适合下一次。其实看起来蛮一样的，蛮一样。好，来，这真的是黄连吗？杰森，是该我们喊吗？哎，来来，你也可以自己来，来，我帮你加一下，来，好，你可以自己加，看你觉得多少。你倒的还蛮顺手，哪里是要喊停吗？还是当然你自己决定，自己停啊。哦，不要太久，这样就好。你会不会真的以为这是美食节目？我以为要平均啊。该你该你。糖霜，我觉得黄连粉比糖霜好很多。哦，你刚刚有尝过吗？因为你刚刚怀疑。我不敢尝。你还真的要尝啊？真的是黄连粉啦哈。这黄连粉。我试试看。你不要那么爱演好不好？没有，你帮我撒。这也我要喝水了，我要喝水。你不要演得那么夸张吗？来，你帮他撒来 ，Mountain 看要多少了？够了啦，够了啦，够了。但是已经均匀啊，均匀，均匀啊，对啊，好，你苦死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的啦。我跟你说，对，死掉。
长哥这样会死掉，不要吃这一部分。来，小梁哥，浅尝一口来，勇敢面对。我帮你准备水。哇，多么感人的画面，这么好吃，哇，完全这个甜味盖过苦味了吗？你这个是回甘的还是？不是嘛？嘿、hey ，你们可以用这个罐子，但是装不同的粉，大家也会演嘛？你跟他玩真的，你知道吗？当然当然，你一放进去就整个那个药味就出来了，这是真的。我们这么优质一个社教型健康节目，怎么可能玩假的？这是综艺型的。对呀、啊，我看你是有有有有。哦，你平常吃就这么熟女吗？哎，他吃苦当吃补哎，你看到没有？还好啦，那整个吞掉，整个吞掉。哎，真的很苦，还好啊。会吗？因为它这个很甜。你吃这一块。不好意思，小的招呼不周，我们怎么会让你吃到没有沾到黄连粉的？刚刚没撒干净，没有很苦，真的 OK 了，下次不要再用这种处罚了。我知道你饿，我知道你饿，都准备好终极版的啦。是，我不相信苦不到他。对啊，不过呢，我们是这样子，真的还好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七道题目的 PK 呢，其实胜负只是一个趣味性啊，是的，处罚是真的啊，是真的，但是不外乎都是要提醒各位，我们要体贴女人，当一个好男人一定要了解够，好不好？嗯，你又来一个，你还来啊？因为这个 ，Oh my god！ 哎呦，哎呀，小梁哥，恭喜你了，今天这个健康全属于你的，好不好？下次再来挑战，我是建议这个单位啦，下次不一定要买真的。老话一句，我们预算够。